服务员，您好，请问这是三和传媒的场地吗？啊，是的，这边。哦，谢谢。秦总，其他人呢？菜已经上了，先吃吧。嗯。请慢用。谢谢。我。秦总，其实今天并不是什么杀青宴，对吗？抱歉，我实在是想不到有更好的理由来约你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有好的理由了。我今天约你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。有音乐，又是个吃饭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烛光晚餐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你也认识 Q？ 喜欢我们这样的见面吗？乔乔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不可能 ，Q， 她明明是个女孩子。那个头像是我喜欢的一位摇滚女歌手，用自己喜欢的人做头像，这不奇怪吧？所以，我之所以能成为艺人，并不是因为我的实力，而是因为你根本早就认识我。思路决定出路，要不是你有这个实力，再加上你有想向娱乐圈发展的心，即便认识，我也不见得会为你敞开大门。乔乔，我想帮你，不只是暗地里的帮忙，而是正大光明的陪在你身边。我陆景年的女人不需要你关心。没想到秦总藏得这么深。乔乔，你知道今天根本就没有杀青宴，他就是单独找的你，是吗？还有你那个女网友 Q， 你早就知道他是谁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原来你进组就是为了他吧？今天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当然不是这样。没错，他是因为我才进组的，我也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才邀请他来。乔乔，我们走。他没说跟你走。
你根本不配跟乔乔在一起，不是这样的，姐姐，你放我下来！乔乔的幸福是我来创造的，最好给我离他远点儿。还有那个 Q 的存在，我也会让他马上忘了的。